六日明星 birthday， 邰正宵和李邓旭。就是邰正宵，今天真的很特别。对啊，今天是邰正宵您46岁生日。我是因为喜欢李小龙才学咏春，想不到呢，多年以后在他的故居把我学所学的在他的家里打了一下。看邰正宵的眼睛都冒出光芒啦，他原本志愿是开武术馆当功夫教头，后来迷上许冠杰开始学吉他，没想到唱了这首歌红到现在嘞。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。他可有玫瑰王子的美誉，而且还和数字特别有缘呢，几首数字情歌都夯到不行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，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。17年前的玫瑰王子风度翩翩又帅气，那17年后嘞，怎么一点都不见岁月的痕迹啊，太令人羡慕了吧。这肌肉难道也是邰正宵的？不是啦，是韩星李邓旭的啦。满31岁的他演过《我的女孩》《女人的香气》《暴力罗曼史》等等等，堪称是婆妈们心中的白马王子。如今也身兼强心脏的主持人，去年10月首度来台湾开粉丝会，超 friendly 的啦。有求必应，两手搁温情，厝边头尾最共情啊。苹果的新闻，韩星的表率报道。